我是爱老师，做爱不恋爱。你们知道台湾有70%以上的人不幸福吗？好险我出生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这是我妈，出去吧。这是我爸，这是老哥，这是我姐。至于这位，来，你知道我吗？来啊！我们要不要定一下规则？你这么不爱上我？我你送掉啊！哦，这款狗都是你吹乌，嘛无一点在里去。这种话根本就是违反天性。我先奶到了。那个时候一定是充满火花的吧？我还有许愿录还没看完呢。其实灭了，就再点燃它啊，就又好。走了，我带你见见世面，那里很多大棒棒。我跟啊。如果你遇到一个人，觉得付出全世界都要跟他在一起，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就算他有对象。喊我说好不好？我很不喜欢现在的你，够坦白了吧？我觉得我好像只有一再的把你推开，才能知道你是在意我。我们还是不要联络好了。你现在就跟我走后门离开。你喜欢走后门？Hey, can't decide what to watch? We've got the perfect movies to make your night. Explore new trailers just dropped and top worthy scenes to set your next watch list gem. Subscribe now. I said now.